瓦片也有翻身日，东风也有转单时，马粪蛋还有发烧的时候呢啊。哈喽大家好，阿谦又来了啊。上两个月是欠了熊二美食记我二弟的8万块钱，然后呢前两天吧，阿谦原数奉还。说实话，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。哎，二弟啊，天总，干啥呢？我靠，你这菠萝头可以呀、啊！熊二啊，我兄弟，我欠你那个钱得有几个月了，两个月到三个月了吧？你把那个账号发过来，然后我给你打过去。行呗，行呗。最主要是咱们该说怎么说怎么办啊？本来也是没凑够的，然后家里头那个这个地啊，让我一年卖三年的啊。这8万块钱，说实话啊，阿谦前几天没更新嘛，回老家，然后把地一次性卖了三年啊。但是呢咱们必须的不能对不起人家二弟。今天还是一样啊，边吃边聊。好饭了吧？好饭。我这宝贝二姐，我好久不见呢，二姐我。啊马总。哎呀马总好，首先祝愿马总发财。哎呀镜头调过来。二姐。嗯。我二姐漂漂亮。哎呀这家这菜可以呀 啊肘子。凉菜排骨炖豆角、啊、干白菜，这是大鹅，大鹅，这是咸鸭蛋卤蛋，这个小菜，这个大鹅头我必须先搂它，这个鹅肝给我二姐夫，二姐夫你就别吃大鹅头了行不？我不吃啊，不吃，这鹅头他不吃给我吃，在那干咋的，感情真够意思，二姐夫说够意思，够意思，必须干杯啊，干杯，哎，好久没喝，干杯，干杯，二姐夫，干杯，干杯，二姐啊，嗯，干杯，干杯。这家伙今天我撒谎不是人家，我这蹭顿饭我没寻思这伙食也太硬了，这跟谁俩的呢？啊，这过年我们家也吃不上这菜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我跟你说，今儿个必须得多露点，这才叫铁锅靠大鹅呢！咔咔，咱就磕，来吧，这是我的最爱呀！我的天哪！我发现我阿谦呢，心说实话特别大，喂，这大鹅头。我们老家是水田地，以前都是一年一卖，这次我回家准备一把，就是这次我回家就是一把拍了三年。说实话，好兄弟能把钱借给你，你就不能说的对不起人家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二弟做的也挺到位，但是今天这菜我跟你说，这大鹅真的，这玩意儿我跟你说了不得呀！哎呀。鹅身上的东西，我跟你说这样，就这个鹅头啊，鹅爪子，那才是一绝呢。这个哎呀，这玩意儿我跟你说这，有它我都不吃别的菜。我吃这块鱼。这老大肘子做的是真香啊！说实话，这老血脂高的少吃啊。嗯。哎呀，那这味儿真难捏，绝了！天天干白菜，但是我就得意这味儿。阿谦下一步得努力工作啊，努力奋斗。怎么说呢？有什么事儿，我二弟那头咱们必须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今天呢，也是喝点儿八加一啊，聊了几句，乐瑟了几句，还是一样啊。喜欢阿谦的，你点关注；不喜欢的，划过。